这里是 QS 极速幻境内部，我已对你的形象进行了幻境适配，想必你知道这里的规则，窥探他人的记忆，人类总会觉得有趣。你觉得自己会变成谁呢？我将在外部持续监控你的生理特征，面临危险时请听从指示。准备好了吧？我要启动变身了。查理，我也一定会用尽我所能用的一切方法查明真相。不过这可不是为了你，也不是为了阿尔法，只是因为我穆尼克拉永远在追求自己的真理。查理，我费尽力气通过你留下的线索找到了这里，可你到底想告诉我些什么？系统激活。生物讯号扫描中，身份老木，欢迎您的到来，记忆序列已为您开启，这是十一号，请跟随我的指引前进。阿尔法的心是 S 型机器人，怎么会在这里？算了，既然是阿尔法的机器人，十一号，执行人工接管指令，把你储存的行为轨迹告诉我，还有，不许叫我老木。好的，老木，但是你需要更高操作权限，如果没有，请依照十一号的指引路径通过记忆序列，您将了解您想知道并且应该知道的信息。查理，您准备这一切不会是为了愚弄我们？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想玩什么花样。将能量核心与电磁炮设施通
到了操作台，这些并不是什么难事。Thank you.
才看到了你的生产链吗？你是在查理出事后才被生产出来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查理设定的，那么他一定还活着。您的推理无懈可击。那他到底是不是还活着？十一号，十一号的资料中并没有关于前车神查理的任何当前生存状况，也没有任何关于这座实验室的历史资料。其他的消息呢？任何一点关于他活着的蛛丝马迹？您似乎对查理仍然生存有着期望。因为他和我之间还有一场真正的决赛没有完成，一场证明我们之间到底谁是正确的比赛。生理侦测器检查到了您的心率与血压都在提升，您有感到什么身体不适吗？为什么现在神经漫游崭新的是这副场景？这是您曾经比赛的记忆与查理争夺车神比赛的记忆场景。这是我曾经失败的记忆，彻底败给查理的记忆。可恶，你就这么想嘲笑我们，查理？这次您胜利了，您证明了自己。这不过是神经漫游装置里的一堆数据，因为一堆旧的数据能证明什么？能证明您战胜了曾经的自己。您从来没有在这条赛道里取得过类似的成绩。不在赛道上再一次打败查理，我就永远什么都证明不了。Thank you.
认整个实验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了。十一号无法连接整个实验室的生物检测装置，但是从警报状态来看，并没有异常状况。奇怪，难道是我的错觉吗？如果有其他人进入了实验室，警报会触发吗？如果是没有通过身份验证的生物，全域警报系统会自动干涉该生物的行为。那看来你的全域警报系统已经出了问题。我在进入实验室时留的微型探测器似乎被干扰了。Thank you.